奶牛养得好，牛奶才会好。乳品新锐认养一头牛自正式上线起，市场规模持续扩增。为进一步提升品牌声量销量，认养一头牛开辟线上抖音新阵地，基于 FACT 模型多触点布局，深入讲述养牛故事。官方账号沉浸式打造牧场风直播间，传递品牌养牛基因，以真实的奶牛视角产出短视频故事，收获消费者信任感。多圈层达人深入牧场，以聚焦产品本身的日常化营销，搭配牧场实地溯源式营销，双管齐下，强化粉丝群体的养牛感知。借助平台热门 IP 节点，线上线下联动布局，爆破式传递专业养牛基因，打造囤奶季，让牛奶淡季旺起来。明星节点亲临品牌直播间，讲述品牌故事，强势提升品牌好感度，引导销量转化。认养一头牛扎根抖音生态，持续创新经营。在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周期内，品牌在抖音已成功突破7亿成交额，会员及官方主账号粉丝均已实现跨量级增长。同时期间多次获得抖音平台食品饮料行业多项大奖，目前已成为抖音生态乳业新消费品品牌营销标杆。